大家好，我喺度正式宣布，10月1号开始就推出我嘅年费计划。啊，同往常一样呢，就你只要俾最低限度$5，一次过收一年钱呢，就可以享受我12个月嘅服务。咁啊，包括呢可以睇到、听到我嘅评论啦，雀仔相啦，同埋喺报纸嗰度发布嘅文章。呢个年费计划呢系有折扣嘅，大概呢就系92折，即系话呢，你俾11个月嘅钱呢。你就可以攞到12个月嘅服務啦。為咗多謝大家咧支持我呢個年費計劃咧，我答應過咧就送一啲紀念品俾你哋嘅，就係呢本書啦。咁呢本書咧係我最近出嘅賣得唔錯嘅一本書嚟嘅，定價咧就108蚊。咁無論你住喺香港或者海外咧，我都會免費送俾你哋。當然係郵寄啦。咁喺海外嘅朋友咧，就個郵費都幾犀利下嘅。大概70到80蚊咁啦，用空郵嘅話，咁為咗減輕我負擔呢，我就建議你哋可以略略每個月增加1蚊可以令到我個支出冇咁大啦咁樣。咁當然呢個唔係強制性嘅，你需要如常維持$5，咁我亦都可以咧繼續用空郵寄俾你哋嘅。你只要通過呢個電郵，將你個名同埋你個地址咧俾我，咁我就會根據呢個名同埋地址咧寄俾你哋噶啦。嗱，我送俾大家呢本書咧，當然係一本簽名本嚟啦，係有我簽名喺度嘅。咁啊，如果你問咧，就話喂，可唔可以寫埋你哋嘅名落去啦？當然得啦，你希望嘅、你要求嘅，我都會做得到，好嘛？呢個送書計劃咧就優惠期有限，係至到今年嘅年底，2020年嘅12月31号嘅。咁可能有朋友會問咧，就可唔可以由月費改為年費啊？當然得啦，就打開你個 Patreon 嘅網頁啦，咁然後喺個右上角嗰個 profile picture 嗰位嗰度咧，就打開呢一個整理你個會員嘅資料，就是、manage membership 嗰度咧，就會一步步咧話俾你聽咧點由呢個月費改為年費噶啦。我喺度提一提大家咧，就由於 Patreon 咧就改變咗佢嘅收費模式，咁所以咧我建議你哋咧就可以月初咧就開始訂我呢個咁嘅計劃。舉個例咧，就譬如係月費嘅訂户咁啦，你喺1号訂咗之後咧，佢就會馬上收你錢，到下一個月1号咧，然後先再收第二次錢嘅。但如果你10号先開始訂嘅話咧，佢喺10号收咗第一次錢之後咧，咁啊到下一個月嘅1号咧就會收第二次錢嘅啦，咁你就會蝕咗10日。咁啊年費都係一樣嘅，如果你係1号訂，咁就到下一年同一個月嘅1号咧，然後先再收第二次錢嘅啫。如果你係10号訂咧。佢10号收咗第一次钱咧，到下一年同一个月嘅1号咧就收第二次钱啦。咁啊，其实系蚀咗10日俾佢噶。我喺度咧就希望大家咧踊跃啲参加我呢个年费计划，咁啊可以有送书俾你哋啦，可以有折扣啦，可以继续睇我嘅评论，听我雀仔相，同埋睇我嘅文章。多谢大家。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諗香港嘅新聞或者國際嘅新聞咧，就俾特朗普夫婦確診咧，就全部都冚住晒啦。咁有啲好重要嘅消息咧，就好多人冇留意嘅。咁可能會某啲嘅 YouTuber 咧都有同大家分析過。有關於呢個美國嘅即係移民嘅政策咧，有一個新嘅做法。你話佢係咪新嘅做法咧？咁又未必係嘅。美國移民局咧就喺10月2号發布一個叫做新增移民政策指導文件。咁文件咧就話，除非係獲得批准，特別嘅批准咧，係呢個文件裏邊咧就話即係禁止共產黨同埋其他專制政黨同埋佢嘅附屬機構嘅成員進入美國同埋申請綠卡同埋移民咁呢個消息傳咗出嚟咧，就對於中國大陸喺大陸中國大陸嘅人咧有相當大嘅反響。咁我又即係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下呢件事嘅重要性同埋喺中國大陸裏邊嘅反應係點樣，都突顯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出嚟。咁呢個移民政策手冊咧係發布咗有關於一個所謂政策指南啊，佢話涉及咗呢個共產黨員或者其他任何極權政黨。同埋佢嘅屬下嘅組織嘅成員移民嘅申請嘅處理政策。嗱，我要大家要必須明白咧，其實呢個唔係新嘅政策嚟㗎。呢個咧其實係不嬲都存在㗎啦，不嬲都存在，係寫得好清楚嘅，就係講 communist， 即係呢個共產黨，同埋唔一定係講中共㗎。咁大家呢個世界上面嘅共產黨可能都冇幾多個嘅啫，係嘛？即係可能係北韓啊、古巴啊、呢個中國共產黨啊咁樣，咁都有其他啲好細嘅，唔係好顯眼嘅啦。當然咁就
不嬲都存在，不過咧個執行咧係唔係好嚴格嘅嚇，唔係好即係叫做即係大張旗鼓咁樣做法嘅。咁呢個移民手冊係咁講嘅，佢話加入共產黨或者加入任何其他極權主義嘅政黨或者佢嘅下屬組織咧，都同美利堅合眾國嘅規化誓言，包括支持和捍衛美國憲法同埋法律都係不相容噶。咁裏邊咧就話。如果有即係提報新政策咧，裏邊咧新嘅部分咧就提供咗有關喺申請身份嘅背景底下，如何裁定共產黨或者任何其他極權主義嘅成員嘅資格不可接受嘅指南，咁啊係咁講嘅。佢話除非另有説明，否則美國共產黨或者任何其他極權組織嘅成員咧，不管係無論係國內或者國外嘅成員，或者分支機構，或者任何移民嘅候選人啊，即係你要申請啦，未成事即係候選人咧，都唔能夠入去美國嚇。政策手冊咧，嘅新增嘅內容咧，都會幫助官員根據聯邦嘅法律咧判斷係唔可以受理嘅理由嚇。咁其實我記得喺早幾個禮拜之前咧已經講過啊，其實喺呢個新嘅移民手冊出嚟之前啊，已經有部分嘅去申請去美國移民或者申請去美國入境嚇嘅中國大陸嘅人咧，係受到嚴格嘅審查，最後係被拒嘅嚇。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去美國探親嘅一個黨員咧，喺9月中嘅時候咧搭飛機去呢個美國，喺機場嗰度咧被拒入境啊，然後原機遣返啊。其實佢就係即係有個有效簽證10年嘅，就被註銷。咁就佢亦都係申請緊移民嘅，亦都向呢個簽證嘅官員話自己係中共黨員。咁就呢個係出咗嚟嘅新嘅政策。有趣嘅呢個反應咧，就係講緊，譬如阿胡錫進啊，或者呢個中國外交部嘅回應啊，咁樣嚇。咁《環球時報》嘅總編啊，胡錫進咧就成日用呢個 Twitter 噶。Twitter 其實喺中國一般嘅平民百姓係唔可以用嘅嚇，佢可以翻牆用啦。咁咧就佢喺個 Twitter 嗰度用英文咧寫一段咧咁嘅説話，佢就咁講嘅。佢話咧好多好突出嘅人才喺中國好突出嘅人才咧，都係共產黨黨員嚟嘅。佢話美國呢個決定咧，其實咧就係令到更多嘅中國嘅人才咧留翻喺中國嚇。因為咧已經係對去移民嘅美國嘅幻想咧已經破滅啦，唔係壞事嚟喎，係嘛？唔係壞事喎。佢話咧，仲有一樣更加重要嘅咧，嗰啲唔係呢個中共嘅黨員嘅咧，亦都對於移民美國嘅興趣咧係大減㗎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胡錫進呢個講法嚇。咁我睇完之後咧，第一個反應咧就話哦。佢其實係直接承認咗，唔係間接添啊！直接承認咗中國裏邊有好多嘅人才，亦都係呢個共產黨員咧，其實都係好想移民去美國嘅，好幻想咧想去美國嘅，有一個 American Dream 嘅，有一個呢個美國夢喺度嘅嚇。咁所以美國政府呢個政策咧就斷咗佢呢個美國夢，斷咗佢呢個幻想嚇。佢直接承認中國嘅。即係人才係好向往美國嘅，即係唔係好似林鄭咁樣係唔向往美國嘅，係好向往嘅，係千方百計咧都要去美國讀書啦，去美國呢個深造啦，亦都包括去美國定居啊，去美國移民啦，去美國工作嘅，千方百計都做呢樣嘢。咁其實呢個絕對不是一個秘密嚟㗎啦，大家都知道。你只要睇下喺駐中國大陸嘅美國領事館出邊。簽證嘅龍啊，簽證嘅隊伍啊，排呢個隊啊有幾長嘅話咧，就知道中國人係幾咁向往美國。你亦都會睇到有好多嘅高官嘅子女當然佢唔會話俾你聽啦，因為個透明度相對比較低。佢都好多係去美國嘅呢個常春藤嘅大學呢個高等學府名校去讀書嘅，有啲讀完書繼續留喺嗰度唔翻嚟添。你亦都知道咧，就喺中國有一個千人計劃嘅，佢哋亦都係派好多嘅留學生去美國讀，即係呢個博士啊或者博士後咁然後喺個留低嗰度做嘢啊，一路上咗去好高嘅位，特別係一啲科技嘅公司啊或者係
政府裏邊嘅機構啊，咁樣，然後咧就被美國政府指控咧，話佢係偷取人哋嗰啲知識產權嘅嘢嘅咁。有好幾個咧，亦都係已經係告上法庭啊，甚至係判咗刑添嘅因為佢一方面就喺人哋嗰個國家嗰個研究所裏邊係做一啲好高尖嘅研究，甚至係有機密嘅，要需要保密嘅研究；另一方面咧，又接受咧喺中國咧俾一筆錢，唔少㗎，以百萬計嘅錢咧，搞另一個實驗室，咁啊將喺美國嘅研究咧好快咁咧就傳咗翻去自己嗰個實驗室，中國嗰個實驗室裏邊咧照版照本照單全收照抄咁於是咧就將人哋嘅技術咧100%複製咗落嚟。咁呢啲全部幾乎全部都係發生喺美國嘅咁所以真係佢話阿胡錫進話將呢個香港嘅咩呢中國呢個人才留低喺度咧，咁打破佢哋嘅幻想咧，其實呢個打破你嘅幻想呢個講法，我同意嘅，唔單止打破佢哋嘅幻想，亦都打破咗中國政府派人去美國去學或者去攞，講得直接啲，去偷人哋嘅技術咧，打破咗呢個幻想，亦都係直接講得出嚟咧，就話其實中國好多嘅人才咧，係相當向往美國嘅生活，有一個美國夢高官嘅子女有美國夢，中國大陸嘅人才都係有美國夢呢個胡錫進咁講啦，咁仲有就係即係呢個外交部嘅發言人咧，其實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回應，咁佢就係咁講嘅，佢話即係。佢唔係回應今次咧，就係7月嘅時候，其實7月嘅時候咧已經有呢個咁嘅報道㗎啦。就《紐約時報》咧就話，特朗普政府係考慮緊禁止中共黨員同埋佢嘅家屬咧，入去美國嘅。而家嗱，你記住係禁止佢哋移民去美國未講話咧，去美國都全部禁止即係你旅行得唔得咧？工作得唔得咧？學生簽證得唔得咧？咁樣7月份嘅時候咧就話，甚至係會吊銷呢一班在美國黨員同埋家屬嘅簽證，咁當時咧華春瑩咧個回應就係咁樣嘅，佢話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嘅國家，美國除咗用各種威脅制裁，仲想俾世界留低啲咩印象咧？作為呢個希望美方咧唔好再做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無助於維護自身大國形象、信譽同埋地位嘅事啦，咁樣。咁呢個又係一個，我覺得係當時嘅回應而家就冇好詳細回應啦。我覺得都係有一個有趣嘅回應嚟嘅。呢個強大嘅國家唔俾另一個國家啲人去移民，唔係唔俾全部喎，係唔俾佢嘅黨員去移民。有咩問題咧？點樣去違反呢個國際基本準則？無助於維護自身大國嘅形象咧、信譽同埋地位咧，點解會影響咧？咁對於中共嚟講咧，係咪巴不得美國咁做咧？因為當呢個中共中國大陸嘅人佢要入黨嘅時候，佢要宣誓噶嘛，向住黨旗係咪啊？為呢個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噶嘛？要忠於黨噶嘛，永不叛黨噶嘛，好似大概係咁樣啦，我都唔係好知啊，我都睇戲咁聽到呢啲咁嘅誓詞啦，咁我覺得個感覺都係好核突嘅，即係點啫，係咪？點樣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其實係咪行緊仲緊共產主義咧，還是為自己嘅荷包腫脹奮鬥終身咧？咁樣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咁多呢、這個即係貪官做官。已經係共產黨員嚟㗎啦，你貪得越多，你可能黨嘅地位係越高，然後先貪得越多嘅啫。又或者呢個山高皇帝遠嗰啲，可能貪得更加多啦咁樣。咁你又去要移民去人哋嗰個國家，被視為中國嘅頭號敵人呢個國家，咁即係你算點啫？係咪啊？即係你算係忠於黨？為佢奮鬥終身，永不叛黨啊！還是係你要追求美帝俾你嘅民主自由啫？咁你點冇咁矛盾啊嘛？做人係咪啊？咁所以我覺得中共應該多謝美國呢個做法，我都係絕對多謝，就係因為佢令到喺中國大陸裏邊對共產黨忠誠嘅人應該咁講啦佢宣誓。就係要永不叛黨嘛，要忠誠中央共產黨嘛，要令到佢哋
冇任何外在嘅力量影響佢哋嘅忠誠度啊，咁講就會比較準確啲，即係話冇美帝嘅引誘，冇呢個所謂美國夢嘅引誘嚇，而令到佢哋啊繼續留喺中國裏邊咧，係奮鬥終身，係做傑出嘅貢獻，咁咪好咯，切斷咗佢個後路，咁我認為中國應該習大帝應該多謝美國政府呢個做法喎，點解會覺得？即係咩啊？咩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啫？我覺得唔係咯，調翻轉係有益於、有利於呢個中共嘅黨員嘅忠誠度咯，係咪啊？咁而家就有一點好重要嘅，你留意翻佢嗰個即係禁止中共黨員去呢個移民同埋申請綠卡，裏邊亦都提到就係話其他專制政黨啊，共產黨其他專制政黨。及其附屬機構嘅成員，嗱附屬機構咧就範圍好廣嘅，啊範圍好廣嘅，究竟點算係咧咁樣啊？其實好簡單嘅啫，美國移民當局話係就係噶啦，嚇冇得同佢拗嘅。咁你可能就係、是、我講翻香港啊，香港第一都會有唔少嘅中共黨員、地下黨員啦，大家知道啦。咁因為顧名思義，地下黨員啊，梗係唔會。公布你嘅身份啦，咁但系外边嘅人都大概掌握得到系边啲打边啲啦，咁样香港系咪？咁啊嗱，人就好难讲边个系地下党员啦，佢唔攞出佢个即系党员证你就唔知，但系边啲系附属机构咧？美国佬一定知嘅，包括譬如工联会啦，包括呢、这个即系民建联啦，自民联我唔知算唔算啦吓，即系佢自己经民联啊，经民联唔知算唔算啦，佢自己谂啦啊。咁又或者係一啲左派嘅教師組織啦，教聯啦，等等啦，咁樣有好多其他嘅呢啲社團啊，乜乜社團聯會啊嗰啲咁。咁睇下美國佬點樣樣，嗰個網係幾緊定係幾寬？如果個網實到好大，咁咧就會有機會咧，呢一啲被視為左派嘅，被視為建制嘅，都好多唔同，好一層層嘅，都一個圈咁嘅，都親疏有別嘅。即係如果你的係嘅，咁可能係工聯會啊。啊！呢個民建聯啊，再疏啲嘅就可能去其他嘅政黨啦，即係嗰啲西環密切關係嗰啲啦，咁樣嚇，嗰啲算唔算係一啲附屬組織咧？咁係與唔係之間嘅，有時會咁啊，睇下個入境當局係點樣去理解。嗱，重點咧就係如果呢一啲機構都唔得嘅話咧，嚇，咁佢哋咧就要諗啦，即係佢哋會唔會移民去美國？你唔知嘅，每個個好似阿林鄭咁灑脱嚇。就話唔向往美國啊，亦都喺美國冇資產啊，佢哋嘅對我嘅制裁啊，完全冇受影響啊。佢可能真係口裡説不噶嘛，身體強硬誠實噶嘛，係嘛？即係雞蛋唔好放喺同一個籃裏邊噶嘛。有啲人就要從政，有啲人就要從商，有啲人就走學術，有啲人留低喺香港，可能另外啲細路就去咗美國啊，去咗英國啊咁樣。用呢個方法去分散佢嘅風險。咁如果係有啲咩但有事要走投嘅時候咧，咁都唔使咁複雜。咁啊，一抽揾呢個行李就走得。台灣有個叫牙刷主義啫，拎個牙刷就走得啦咁樣咁噶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就論盡啦。對佢嚟講就論盡啦。咁即係佢分散風險呢個美夢會唔會冇咗咧？咁可能有啲人同我講，切美國啫，唔向往美國啊，不過向往加拿大得唔得？澳洲得唔得？歐洲啦，英國都得噶，其他國家反正都幾個都係講英文嘅，識嘅冇問題啊。紐西蘭咯，都得噶，我都可以即係去啲西方國家。你美國唔俾我移民啫，唔俾呢個綠卡我啫，其他國家有機會會俾噶嘛？的確係而家已經做緊啦，好鬼紅嗰啲細路都喺澳洲有啲成家立業添啦，某個常委好似係咁講啦，係嘛？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佢有好多窿路要走嘅。不過我就對於我嚟講咧，都係即係都會好，我唔知係點形容咧，好慨嘆咧，定好不屑啦，係嘛？香港啊，越嚟越似中國大陸咧，唔單止係講我哋嘅即係法治啊、自由啊、民主啊等等同埋啲官員講嘢嘅口吻啊，都越嚟越多用大陸嘅詞語啦，唔單止口吻啊。嗰個眼咧好凌厲咁樣咧講嘢嗰個嘴臉咧都好似大陸啲黨官一樣，唔單止連佢哋嗰個表現嘅方式咧，屋企嗰個安排咧都好似大陸一樣喺呢度就越嚟越紅，越嚟越左
但係咧就喺屋企啊，呢、這個細路我唔知老婆會唔會啦嚇，老公會唔會啦？主要啲小朋友咧啊，都唔係小朋友噶啦嚇，即係可能有啲已經結咗婚噶啦，就留低喺外國一樣噶，又係嗰句嘅口裏説不身體強忍誠實啊，佢自己就喺度做裸官，一有咩意欲咧就彭尾拉槍走人。我覺得個感覺就係一模一樣，即係天下烏鴉都係嗰種顏色嚟嘅。我唔知算做叫做可憐啦，定係可笑啊。不過咧，美國今次呢個做法咧，會對於有美國夢嘅中國人、有美國夢嘅香港建制同埋左派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啊。佢哋唔使諗啦，當佢哋被視為呢、這個即係共產黨嘅附屬機構嘅時候咧，咁你就絕對冇得去。諗住去移民，同你屋企嘅細路咧去團聚噶啦。好啦，咁啊，傾到呢度先，咁啊，繼續支持我嘅 Patreon，繼續支持我心直口快嘅 channel COASS，同埋繼續買頭條本書呢本書。拜拜。早前咧就我喺呢度向大家介紹呢個 NordVPN，除咗可以保障你嘅私隱、隱藏你嘅身份之外咧，有啲秘技咧，大家可能唔係好清楚噶。譬如如果大家有睇呢個 Netflix 嘅話咧，有啲片咧係即係美國人先睇到嘅，香港係睇唔到嘅。但係你透過呢個 NordVPN。登入咗美國嘅網址嘅話呢，咁就有機會呢睇到喺美國播出嘅一啲電影或者係電視劇集啦。又例如呢，就如果你喺網上邊買一啲貨品，又或者係訂機票啊、酒店咁有啲公司嘅規定呢，如果你喺當地訂嘅話呢，你有機會攞到比較大嘅折扣噶。咁啊，透過 NordVPN 登入咗當地嘅 IP address 呢，你有機會呢係買到比較平嘅機票或者訂到比較平嘅酒店。不過每間公司嘅政策都唔同噶，咁你可以試下睇下係咪真係做得到。而家訂 NordVPN 咧就可以攞到個比較大嘅折扣優惠噶。透過呢個網址啦，同埋用個優惠碼 SAMNGX 咧，你就可以攞到32折。一個2年嘅計劃咧，平均1個月咧係3.71美金，仲加送1個月免費添。一家大細6個設備咧可以一齊上網噶啦，幾好用噶，大家不妨試下。